十只马晒闸，黄旗举高，准备，准备。一起步嘅时候咧，慢咗少少咧，养马快乐，同埋夹栏王者喺尾三位置咧，慢慢栏嗰边试翻上嚟，见啲年年快咧，开边我当快啲。创新意啊，中间位置顶住佢咧就喜运马步嚟嘅，第三位上翻嚟咧，哇嘭嘭声，夹栏王者摆头跑添啊，第四位里边落到年年快咧，拍住半米彩虹嚟嘅，后少少半个马位咧系尾五位置，咁话龙星宏利咧唔够快，四只马咧咁啊开边我当就灰马嘅，见到呢匹白龙驹啦，尾三位置养马快乐，尾二位置飞尔文化，暂时大巴咪呢只马就系嗰只创头精，佢哋放大马成八个马位嘅，转紧呢个六百米弯咁啊埋一栏。就呢匹鴿乸王者帶嚟半個馬位，首遇第二位咧開邊我當創新二嚟嘅，再嚟過嚟馬位第三位咧，見到喜運孖步啦，後少少咧馬一路啄緊咧龍星宏利，裏邊欄嗰邊咧年年快嚟嘅，後少少咧馬咧開邊我當咧，亦都見到係嗰只係啊半某彩虹啦，後少少同蕉馬咧亦都白龍區啦，包曬尾兩隻咧飛文化質都唔去咧，就嗰匹咧見到係創頭精嚟噶，好啦，鬥到嚟最後二百零米啊，首先擺正睇中間上咧好勁咧，就呢匹創新二天嚟半個馬位，開邊擁近啲咧龍星宏利，中間上咧喜運孖步都幾走勢喎，開邊白龍區。追唔到嘅，好啦，最后一百米，特征为喜运孖宝，开边最劲咧就系龙星云呢，开边咧仲劲咧，咁啊呢匹白龙驹过咗啲白龙驹人头场赛事，龙星云呢匹第三名，喜运孖宝第四名，先见到年年快啫。咁啊，龙年嘅头马就系龙喎，白龙驹啊，系咯，白龙驹啊，白龙驹近况系好嘅，一啲都路嘅喎，一啲都唔奇怪，最奇怪有十倍嘅，因为你咪话啲飞借晒啊嘛。啲飛場馬都話好古怪，遮曬。譬如你話創新二一隻難贏嘅馬嚟嘅，係嘛？出頭先冇曬。起碼報啲飛又奇怪喎，諗住有飛又冇飛嘅馬嚟嘅喎。雙龍喎，龍星宏利白龍區喎，頭場白龍區，諗住啲龍星宏利贏啦，但開邊我話嗰白馬仔仲勁啊！年年快又唔夠快。白龍區年快唔夠快，已經弊家伙啦。哇！不過好難騎嘅啫，白龍區，你睇入直路都仲係尾二嗰只嚟嘅。如果唔係點啊？執埋身嘅嘛，佢都難。不過有排個外檔高温路幾尷尬，佢咁難贏啊！如果即係馬成日都係二位難贏嘅馬。但係你唔好理啊，高君圖搞得佢掂啊嘛。哇！嗰啲場佢真係跑得好喎，立心最後三百都跑今季你睇到嘅啦，高君圖 Q 都唔錯啊，廿八倍 Q 啊。同佢贏過啦，高君圖。聚曬九拖啲 Q 啊嘛，係咯。夜馬場就高君圖啫嘛，係咯。就係咯。即系光头先搞掂佢啊！呢马近况系好好嘅，佢转弯仲后过只半马彩虹嘅同猪马，咁啊佢系最易睇嘅啦，全程都系白马仔啦。依家喺尾三位置打灯出去上，仲要兜到出去龙星云你开边嘅。嗰只创头精英又系啲咁嘢啦，又系冇上次咁离谱。啊，今次入镜咁先系啦，入镜跑得最好就九啦，但系翻到嚟最后二百米之就冇咗啦，冇计。夹栏王者嗰啲开气嘅啫，话佢早段慢咗，跑二百米怼咗上嚟。不过你睇到呢弯散咗啦，嗰啲步头又伸得唔靓噶嘛，睇佢。踢法唔靓啊，系。即系依家冇神操片睇啊！如果你睇埋神操片咧，你真系唔制嘅，老实讲。不过好彩试习都睇到。啊，睇到啲嘢都系冇错。四六二十啊，暂定名次啊，四号、六号、二号、十号，十倍 win 喎，高温度。应景啊！系咯，双龙啊，双龙出海，白龙驹、龙星宏利埋 Q， 睇翻全场啊，唔系出闸嘅啫，系起步闸嘅，慢咗嘅嗰只咁王者，但系咧话佢死推啊，中间啱啱又系开门啦，跑二百米又怼咗上嚟放头添，最慢就年年快，系啊，年快鉴览王者同埋养猫快乐呢三只，一三十三只，一阵大家可以睇到一三十系最慢。呢度谂住龙星宏利打搭再赢啦，点知话出边后发先至白龙驹蔡振威高君图